换了这把炮直接年轻十岁，你们的 DNA 动了吗？你那炮能排到人吗？干嘛一个干嘛我啊，就给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些这个枪王排位的解说视频了。然后今天给大家打的呢是秋雨年少时期比较喜欢用的一把枪啊，这个战龙大炮啊，我相信很多老玩家呢并不陌生啊。这枪的话当时很火啊，就相当于以前的这个幻神啊，反正人手一把啊，拿来打战服呢、打兵服都很炫酷。他们比赛呢也经常用啊，算是这个综合属性的比较舒服的一把枪啊。然后为什么今天会出这个视频呢？也是因为这个大家这个是吧，这个弹幕评论点枪嘛，对吧？如果大家有想看的枪呢，也可以就是说一下啊。因为当时呢我就想到了有这个弹幕，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就打了一下啊，就打一晚上，然后出了点素材啊，做了个集锦啊，然后打得比较好的整场呢我就拿来做这个解说和无剪辑啊，等于说这期视频呢是一个集锦加解说加无剪辑的这么一个三合一啊。为什么全部拢到一块做呢啊？因为我如果做成两期的话呢，感觉工作量太大了哈。但是呢这个视频质量绝对是有的，有没有兄弟们？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呢多多三连支持。但是如果这个有喜欢看原声的小伙伴呢，可以直接拉到六分钟啊，也可以直接这个观看原声。然后这期视频的第一场有点短，是因为这个中途当时第二下半场的时候啊，这个炸房了啊，当时正好遇到系统波动啊，就下半场没打，直接就炸了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把他这个是吧，来当解说吧啊，他就其实就只有半场啊，只有半场。然后这个视频呢当时啊我也是说啊，我说哎，我这个时候对吧，我好像有连杀了啊，连杀可以做视频了，我说跟队友商量，我说最后一个能不能给我，他说好啊，然后他又悄悄的摸上去把这个人给我打死了啊。但是我当时没有骂他啊，我只是质问他，因为我感觉我受到了欺骗啊。但是呢哎是吧，这绝对没有骂他，这么跟你说绝对没有骂他啊。那很多小伙伴都会经常催更啊，催这个冤种队友系列啊，因为这个系列嘛就是能看到去破防的时候对吧。但这种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一般哎有什么不如意就骂人啊，这个也要跟大家讲清楚啊。其实呢这个打的菜的人有很多的对吧，但是冤种呢就是在打的菜的里面他可能一百个能有一个，所以说他一般普通的九十九个人呢我是并不会拿他们来做素材的，或者偶尔会有一些镜头，比如说队友特别马枪啊这种的啊。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跟我是没有什么沟通的对吧，没有交流，我也不会骂他，因为他打的菜其实是很正常的，因为玩的菜的人有很多啊，我不可能说我碰到打的菜的就骂他们啊，这样的话我每天都在骂人了，我其实是一个素质主播的啊。然后呢大家可以区分一下啊，为什么这个对吧冤种队友系列不能给大家做到周更啊这种的啊，就是因为其实素材呢并不是特别好打啊。第一呢是因为平时我的直播时长不是很长啊，一般就播四五个小时，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冤种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啊，就是打的菜的人你其实可以容忍，但是冤种的话你如果碰到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想骂他啊，就是让文明人都觉得哎呀我得咬着牙
绷紧啊，咬的绷紧啊，就是大概是这种的啊。但我反正属于一个脾气比较好的人，我一般碰到冤种呢，我也会忍啊。我忍到不能忍呢，我就出口就是阴阳他两句，我也不会直接骂他啊，我就阴阳他两句，然后他就骂我，他骂我，然后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骂他了，然后。对吧？然后他骂不过我，然后提出要跟我单挑，然后我再出去加他好友再打他一顿啊，然后我舒服了，他难受了，然后大家也有素材看啊，这就是冤种队友的由来啊，这个素材的由来啊，这个但是这种其实是蛮少啊，其实蛮少，所以说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产啊，不是说打一天就能出好多期，这个有点玄学啊。如果光是打的菜的队友，我就拿来做的话，其实啊，这些每天去这个专家段位玩玩是吧？但是那些人很多都是不说话、不爆点的、啊，就是说他并没有达到就是能做素材的标准、啊。基本上我打的都是一些枪王局、等药局之类的、啊。是对面掉了。好的，那本期的解忧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炸房。完了！我操，你那啥别吧！传奇几啊？你要打到什么段位呀、啊？哎呦 ！A 打！哎呀呀、哎、呀！别急我！嗨呀，这个人！藏这么深，他们 A 点人多，哎 ，B 点有 ，B 水里有一个，哎，到了水深处还有上来了，从上来，这个在哪儿呢？嗨呀，让他跑了，这跑！哎呀！哎呀，好马！黑带有吗？哦，哎，这个人，我这样把他穿死，他不会骂我吧？哎呀，45度下藏一个，还差一个，懵的。我们就这样架，这样架，他从贴墙从另外一边过的话，我就甩他一枪，怎么样？考准度了。哎呦，我操，加久了愣神了。嘿，姐姐陪你玩捉迷藏呢。一点至少两个，小心他们。可真是太厉害了！点牌的有点厉害，他又要打问号了。打吧，一定打吧。这应该是 B 的人，这是个老六，就是 B 的。跟我队友对枪了，你看被我队友截胡了，不然我狙他。可雷了，下水下逼水一个阴着呢，兄弟逼水一个阴着呢。这个恐高的鸟是个老六。水来了，逼水，逼桥上。太平太去。操！这人家被我打自闭了，可以打 B， 他 B 掉了 ，B 点都掉了，哥们儿。哦，他去送包了。位置，爆点。完了！又吃小黑屋，哇，真水六九，真小。又吃小黑屋，69 motherfuck！ 哎呀，他跟我对枪吗？大哥，在小里边，他在这里，在这个位置，他没走。
哎呀，没打着。好久没下 B 狗包了，给他下个 B 狗包吧，怎么样？他不会进来抓我吧？不过他血少，应该没事。他血少，我应该能杀他。他如果来抓我的话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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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黑屋，这号昨天两天小黑屋，知道不？被举一天举报两次，一天掉两次小黑屋，分给我扣了7分了都。B 超要脸，这么多 B 超位置，他射手都也没漏啊。一大没来，都在家里面了。躲，炸你！这一个可以冲了，冲个老六，冲个老六。老六，这个包在 B 桥也能看，我知道在 B 桥能看，但是我喜欢在 B 狗。B 桥包的话，我会下另外一个，打 A 了是吧？我们这样架他上来的人，对吧？不架他摸过来的人，架他上来的人，是另外一个可能走中路了。因为我爆狙了第一个人，他后面的人可能不敢上了。我操！上了吗？A大，A大，两个，一个56，高上二楼一个，爆位置了，爆位置了。那我们就防着点上面，防着点上面。啊！马路横哥 ，A 大 ，A 大 ，A 大，哎呀，我的！我看他的走位，我以为他要跑，这的，哎，他横大马路上，我开镜拉他一枪就好了。哎呀，身败名裂。